洛江基督教病院对防治骨质疏松症真努力的爱的鼓励之友会成立十周年，病院特别伫咧10月20日世界骨伤日办理周年庆的活动。伫内有智力检测的参观游戏以外，佮安排了骨质密度体检车到病院提供体检的服务，提醒民众要量查预防骨质疏松症。对防治骨质疏松症真努力的爱的鼓励之友会成立十周年。洛江基督教病院特别伫咧10月20日世界骨伤日举办周年庆的活动。骨质疏松症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疾病，第一名是心血管疾病。台湾50岁以上的人口，骨质疏松症的比率大约25%，其中髋骨断气发生率是全世界第9名，亚洲第一名。严重的人可能伫失联或者是死亡，显示着预防骨质疏松的重要性。今天是因为世界骨松日，因为我们鹿港地区，就是65岁以上的乡亲，大概15%以上，算是高龄的社会。而骨松这个毛病，一般来讲是大于50岁以上，就开始有一些风险存在。我们鹿港基督教医院就是结合，我们 DESA 就是专门测骨密度，还有就是我们的营养，还有我们的卫教。还有我们的专门的骨科医师一起来努力，就是可以让这些有骨松的病患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顾，还有就是说可以让一些可能有骨松倾向的病人可以及早来预防骨松的发生。预备开始，准备打开周年庆活动，病院除了有智力检测的参观游戏以外，阁安排了骨质密度体检车到病院来提供体检服务，提醒民众要量查预防骨质疏松症。今天活动现场有我们测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测身体那个成分的分析，我们看身体的肌肉组成、水分的组成，因为我们所谓骨肉不能分离嘛，有好的骨头才有好的肌肉，有好的肌肉才有好的骨头。那我们今天有腿围啊，有一些肌力测试，就是看我们现在民众现在的身体状况。那更重要的，我们医院今天特别安排了一台免费的骨质密度的巡回车来到我们医院，那个提供患者做免费的骨质密度的检查，那个是标准的检查。那更重要的是，以后我们这台车会配合我们的社区健康部，会到鹿港的偏乡，就是民众不能来，那我们就主动出击去帮他做这一方面的检查。骨质疏松和肌少症这两项是真有关系。为了提高民众对预防肌少症正确观念和量查进行防治，病院安排了各种相关的检测，就是希望会当提醒民众量查来预防骨质疏松症。新竹华新闻蔡良谦录港采访报道。